被吃了，
我们想要来讨公道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长官不在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他电话。哎，这叫我们这些纳税人，这叫我们这些基层的劳工，你叫我们怎么服气啊？不服气！我们服气吗？不服气！我们吞得下去吗？吞不下去！好，这个政府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今天跑出来还以为说把问题带回去研究，我们就会回去了，我们就回去傻傻的等他回应。我们要这么笨吗？没有。我们的诉求从以前到现在有变过吗？没有。那还要带回去研究什么？他根本回去研究个屁，他根本只是在敷衍我们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要再继续这样子被他牵着鼻子走，给我们这么敷衍这么多次，从头到尾，今天在这地方交头部是最没有良心、最没有诚意的一个部会，我们在这边继续守候下去，我们在这边继续跟他僵持到底，他有没有决心？有。好，大家加油，消费者加油，加油，消费者加油，加油。啊，新官上任，新官上任，面对工人，面对工人，新官上任。